老花医每日一答，回答一下臭宝们的氧化问题。第一个花友风信子长不高，缺光啊，我这个之前也遇到过啊，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出丑啊，我这个是我那个风信子肿球，因为我那个呢，我是工作室里面一点阳光都没有，而且呢，我孩子有时候也过来捣瞎乱。我那个不是有一个水培的，有两个土培的嘛，土培的那皮跟那边长得一样，都是没长出来。它为什么没长出来呢？我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失败的原因是吧？因为呢，第一点我是缺乏光照的，我直接放到我那屋里边的茶几上面了。你可能也没见过我的室内，其实我的室内很小，才60来平的一个小工作室。你说那么多的花，我根本就养不过来。这个呢，它没有长高，有两点原因，一个是缺乏光照，第二个呢，我忘了给它施肥了。大家是否还记得我当时换土的时候根本就没施肥料？而且呢，这种种球的话呢，它的营养并不是很多。由于后期的一个缺肥、缺光照呢，导致现在呢，就在里面就开始开花了。开花挺香的啊，但是没有达到那种很好的一个效果。我希望大家在养护的时候一定要加强一个光照，适当的要加肥料，也不要像我一样。那这个呢，总的来说算是一个失败了吧？那没办法，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吧。另外呢，大家在养护风信子种球的时候啊，其实这个花的这个香味啊，有部分人会受不了，会脑壳疼，你要注意一下。如果说长期的一个放到室内，你感觉到身体不舒服的话，可能是因为它，因为我老婆当时怀孕的时候呢，闻到这个味道，她老是吐，老是头晕，当时找不到病因，找不到原因。后来我才想起来，我们那时候卖了有几百盆的那个风信子摆到那边都开花了，特别的香，整个厅里面都是那种香味，她受不了。您也要注意这个事。然后呢，咱们在施肥的时候啊，像这种应该用什么样的肥料？应该用花多多2号啊，应该用一些个磷钾肥或者磷酸氢钾这种来促进它的一个花杆的一个长长和开花的一个艳丽。另外呢，一定要加强自己的一个光。不要像我一样了，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吧。总的来说呢，我希望大家在养花的过程当中呢，更多的是开心，更多的是快乐，以后的生活当中更多的是发财好运，自然会慢慢的来啊。就是因为缺光啊，别的事没有，好吧，温度不够高也这样啊，然后该用肥的用点肥，也别抠不收的。你好老花医，这什么病虫害？向日葵，看了一下这个没事，我发现花友们恨不得养个花拿放大镜往上盯，个把的叶子这样没事啊，真没事啊。你又不是大面积的，谁还不白两根头发？你看我这一桌是吧，没事，放宽心，养花就是开开心心、高高兴兴，对吧？哎呀，下一个花友又是风信子吗？哦，郁金香，他说这个5度球3周了也没发芽，挖出来长根了，现在怎么办？你再放回去呗，怎么挖出来的怎么放进去啊？对吧？你这个东西，我发现你跟我那时候刚开始研究花卉一样，长根了吗？拔出来看看，再插回去拔。要是好容易长点根，你先再弄回去啊，你再继续养就行了。本来再有个2个星期左右就能抽出来花剑的，你这给它弄出来又耽误一个礼拜。你看你人是，又是凉广地区的花友了。哎，每天温度呢10几到20几度啊，最近没怎么浇水，这叶子逐渐就长黄斑了。这下面的叶子黄属于正常的一个新陈代谢啊，臭宝，适当的用点肥料啊，没事，这正常。下面叶子薅了也行，剪了也行，那自然代谢也行，适当的用点肥料。好吧，现在就是生长的一个阶段，你看光下面的黄，上面的长得很好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适当用点肥就行了，没事，小事，这都是。好，咱们看下一个花友，他说虎须菖蒲干尖了啊，这个非常小的风扇做流通，叶片可以细微的震动，很好啊，用灯养的，坐标广东，气温湿度，土是沙子颗粒的，这个不能干，要每天浇水，还是灯太光了。这个灯倒没什么大的一个问题啊，像这种的话还是有一点，这个就是有点沤的那种感觉，就是通风还是不够那么哇塞。另外的话呢，您说到的这个湿度哈，给我的个感觉就是过高了，就是你经常性的往上面喷水的那种感觉。没事啊，这种黄是属于很正常的那种黄，很正常，好吧。然后的话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温湿度还是差那么点意思，就是你浇的水有点多，要保持一个略微的干湿循环，空气湿度再高一点不怕，好吧，别的没什么大问题。这个花友设计的很有意思啊，还用了个灯。其实这个灯这个东西呢，永远都替代不了光照，能给一点光照就给一点光照，别的没啥啊，别的没啥。今天的养花问题都蛮简单的，花友们继续加油啊，有其他养花问题视频下方留言。是的话，养花真的，下期再见，不见不散，拜了。